大家好，我是小木头。不久前，我们开始了 l a n t e r n 进阶系列的分享。这个系列呢，我们是从检索器，也就是 retriever 开始介绍的。今天我们介绍第四种 l a n t e r n 框架所支持的检索器，也就是 multi-vector retriever 多向量的检索器。在第一讲中，我们曾经介绍了 multi-query retriever 多查询检索器。 它是利用大语言模型，基于用户的提问生成在不同方面的多种提问，再利用这多种提问进行相似性查询，以此呢得到一个更大的相似文档集合，从而克服基于距离查询带来的局限性。今天我们所介绍的 Multi-Vector Retriever。 从名字上似乎非常的相似，但是呢机制有所不同。那我们就来看看 multi vector t r i e v e r 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原理。在 Python 版本的 l a n c h e n 官方文档对 multi vector t r i e v e r 已经有比较详细介绍。那么今天的内容呢，也是基于这份文档的内容。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份为视频分享所准备的 Python notebook。在实践中，我们发现针对每份文档。 做多层向量的存储是有助于提升检索有效性的，这也是在多个应用场景中验证过的。LangChain 为了支持这种机制，提供了一个检索器组件叫 MultiVector Retriever。要实现这种机制，我们有几种不同的方式。第一种叫 smaller chunks，在这种方式的实现中，我们将每一份文档拆分为更小的分块，再对它们做文本嵌入。第二种方式呢是 summary。 在这种方式中，对每份文档，我们不做更小的分块的拆分，取而代之的是对每份文档做摘要。生成的摘要，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做文本嵌入，也可以将它与原始文档结合在一起做文本嵌入。我们所介绍的第三种呢是 hypothetical questions，也就是假设的问题。基于每一份文档，利用大元模型来生成假设会提的问题，也就是从 文本内容中提取出可能会问到的问题，将它们来做文本嵌入，或者结合文档原始文档来做文本嵌入。那这就是三种常见的实现方式来实现 multi vector retriever。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三种方式中对文档是做的怎么样的处理，数据是怎么样的存储。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图表就是对 smaller chunks 这种方法的解读。 一份文档 document 被拆分成多个分块 chunk，那我们会有 chunk 一、二到 chunk m。那 smaller chunks 意思是对每一个分块再拆分成更小的块 smaller chunk。这样呢，在每一个分块 chunk 一到 m 会分别有更小的分块，我们在这里呢将它命名为了 smaller chunk 一 Ch、二到 chunk n。 那这样呢，三个分块就被拆分成了非常多的小分块，这些小分块会被基于 embedding model 来做文本嵌入，生成的向量数据呢，存储到一个 vector store 向量存储中，我们可以使用 p y c o n 也可以使用 Chroma DB 等等。这就是更小的分块的拆分。另一方面，对于分块 chunk 一、chunk 二一直到 chunk m 这些原始的文档分块呢？ 会将它存储到 document store，也就是左下角这个文档存储中。很重要的一点是，smaller chunk 这些更小的分块，在被分块以后，每一个小分块是会在原数据中记录它的负文档，也就是这个 chunk 1到 chunk m，会将这些负文档的 ID 记录在它的原数据 metadata 当中。这样呢，在 vector store 中进行。 相似性查询的时候，定位到某一个 smaller chunk，可以基于 smaller chunk 的元数据来找到它的副文档，就是 parent doc。这样呢，上下文信息可以尽可能多的保留。这就是 document store 和 vector store 之间是如何关联起来的。第二种 summary 这种实现方式下呢，对每一个文档的分块 chunk 会对做摘要，得到 summary 一、二，一直到 summary m。每一个 summary 分块或者 summary 信息。 会基于 embedding model 做文本嵌入，这样在 vectors store 当中存储的向量数据呢，就是摘要的文向量数据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选择将原始的文本方块 chunk 和 summary 组合在一起做文本嵌入，并存到向量存储中。在摘要数据做向量存储的时候呢，摘要数据也会将这些副文档这些 chunk 1到 chunk m。 以元数据方式关联起来，如何做检索呢？要寻找相关的文档，那就基于 Vector Store 进行相似性查询。摘要信息和元数据中的副文档 ID 就会被用来在 Document Store 里面去寻找或定位较大的文档分块，这些文档分块就为我们提供了更广的或更大的上下文信息。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实现方式 Hypothetical Questions，在这种实现方式下。 我们做的呢是针对每一个文档分块 chunk，基于大元模型来得到一系列假设的提问。那每一个分块会得到一系列的提问，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结合原始的分文档分块 chunk 来做文本嵌入，也是基于 embedding model 得到所有问题或问题和原始文档分块的向量数据，存储到 vector store 向量存储中。同样在这里呢。 问题也会将副文档的 ID 以原数据的形式嵌入，这样呢，在向量存储中，基于相似性查询得到对应的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拿到它的副文档的 ID，这样基于文档存储就能查询到这些较大的文档分块，最后提供更大的上下文信息或场景信息给到大元模型，帮助我们回答问题。 这就是三种常见的实现方式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回到 Python Notebook，看看在实现上究竟是怎么做的。在三种方式的介绍完成以后，我想实现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了。基于 l a n c h e n 基于 OpenAI、e、的 Embedding Model，基于 OpenAI、e、的大语言模型，我们还会用到 Chroma DB 作为向量存储。我们会加载一个 PDF 文档，所以呢，这儿还要一个 PyPDF 的包。所使用的文档呢是 Nvidia 今年的一份。 十 Q 的财财务报告数据，我们通过这个链接下载。大家配置一个有效的 OpenAI 的 API key。我们先加载文档，在这里呢，我们来运行一下。加载文档的时候，可以看到我们对文档分块呢是以 chunk size 设置为一万，这样会对它进行文档的拆分。我们这里可以打印第六个文档分块内容，看看它内容是什么。向量存储我们是用到了 Chroma DB，使用 OpenAI 的 embedding model。 这里呢就定义了 vector store 向量存储，接下来还需要一个文档的存储，我们这里用到的是 in memory store，这里面就存储了每一个原始文档或者叫文档文档分块。当我们准备好了 vector store 和这个 in memory store 作为这个 document store，那就可以来构建一个 multi vector retriever。它需要的呢就是三个信息，一个是向量存储，一个是文档存储，最后呢是 ID key。我们用的是 doc 下划线 ID。 在将文档进行处理前呢，还针对每个文档，这里呢用到 UUID 生成一个唯一的 ID。接下来呢，定一个新的文档拆分器，这个文档拆分呢器呢就是子文档拆分器。我们将块的大小设置为四百。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基于每一个副文档来拆分更小的子文档。在拆分中，每一个拆分出来的文档呢，会在 meta data 当中指定这个 ID key。 就 doc ID，它就指向了副文档的 ID，这样就将每个子文档和副文档通过元数据关联了起来。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呢打印一下拆分出来的子文档，看看它的内容。如果我们拉到最后，会看到这里有 metadata source 表示这个源文件是什么，页是第零页，就第一页。doc ID 这就是副文档分块的 ID。当我们完成了这个。 更小的文档块的拆分，就可以来填充这个 retriever 当中的 vector store 和 doc store，分别将子文档这个数组塞进这个 vector store，这里头会用到 OpenAI 的 embedding model 来做文本的文本嵌入，再将生成的向量数据存储到向量存储中，而 doc store 当中呢，就是将拆分出副文档分块与它的文档 ID。 对应的存储到这个 docs store 当中，文档存储里。接下来呢，就可以做两个事情。第一个是相似性查询。如果我们通过一个问题 "What is the grass margin" 来查询相似文档，这里可以得到的文档可以看到，长度呢是短许多的。这个长度呢，大约就是更小的分块 chunk size 等于四百的时候的文档大小，这就子文档。其中的 metadata 可以看到，它包含了 doc ID。 这就是副文档分块的 ID，包括了页和原文件。那如果我们使用 get relevant documents 查找相关文档，我们来执行一下，可以看到这里返回了我们两个相关文档。我们来查一查这个文档内容，可以发现在这里呢，这个文档内容是非常长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在查相关文档的时候，我们先先在向量存储中找到较小的文档分块，再基于较小的文档分块的 metadata。 去定位到副文档，也就更大的分块，基于大分块来让大语言模型帮助我们回答问题，这样呢能够提供更多的上下文信息。基于这个 retriever，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链，一个问答链。我们来看看，首先创建一个 buffer memory，帮助我们记忆绘画的历史。接下来呢，通过一个 conversational retrieval chain 来进行提问，提问并得到回答。我们用到的呢，就刚才构建的 multi vector retriever，用的是 OpenAI。 构建一个 Q&A 链，然后现在提一个问题：什么是这个财报季的 gross margin？我们来看看它的回答是什么。我在这里呢打开了这份原始的 PDF 文件，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有它的介绍、呃，数据。这个呢就是提问。那我们接下来呢还可以追问，主要是什么因素或者是哪方面对它这个贡献？ 在这里，他提到了更高的这个 revenue 呢，是来自于 compute GPU 这个数据呢，就来自于这里。这就是我们在使用 multi vector retriever 的时候，第一种实现方式，使用更小的分块。第二种方式呢是摘要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就快速的过一下。摘要呢是对每一个文档分块进行摘要。蓝犬官方文档中的实现方式呢，定义了一条链。 这条链呢，针对每一个文档分块的内容，通过使用大元模型来进行摘要，通过这个链来批量进行摘要生成。这里我们来对每一个文档分块做摘要，我们让它先执行。接下来在向量存储这里呢，创建一个叫 summaries 的集合，然后将这个 vector store 和 doc store 分别指定为刚才我们定义的这个向量存储和内存存储 a m e r y store。关键步骤还在于。 基于每一份摘要来生成一个文档，文档的内容呢就是这个摘要内容 s，在原数据当中就嵌入了副文档分块的 i d，我们再将摘要文档存储到这个向量存储当中，在文档存储当中呢塞入原始的文档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基于提问来进行相似性查询，这就是基于摘要的方式。那最后呢是提问，当我们得到一个文档分块的时候，让大语言模型帮助我们生成。 可能会提的问题，我们看看怎么做的。首先，这里呢，它是用到了 function call 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提取大元模型所给到我们的可能提的问题。我们在这里会定义一个函数 hypothetical questions，那描述呢就是生成假设的问题。参数是一个数组，这个数组当中呢就是一系列的问题。这个、参数就叫 questions。我们将它呢绑定给 chat open ai 这个类。 这样呢，就通过最后呢，是通过 JSON key u p e r function parser 来提取得到的问题，同样也是并发的来生成或得到所有的问题。基于这些提问，就会构建向量存储。这个向量存储是如何构建的呢？跟摘要非常相似，得到的每一个问题就作为了文档的文本内容，原数据中嵌入了副文档 ID。如果大家想将原始的文档也嵌入文档中，那么可以在这里做一下修改。 我们在这里呢列出了，这是我刚才已经执行结果。为了节约时间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可以看到，生成所有的 question docs，也就是问题的文档，是这样的一个形式。所有的呢都是问题，元数据就包含了副文档分块的 ID。我们在这里如果搜刚才我曾经提过的 gross margin 这个问题，可以看到问题在这里，它对应的这个 doc ID 呢在这里，这就是副文档分块的 ID。 那剩下的内容呢，就与前面的非常相似了。在向量存储中塞入这些问题文档，然后呢，在文档存储中塞入原始的文档分块。接下来就利用这个 retriever 来构建问答链啊，进行提问和等待回答。那这就是我们所要分享的多向量的检索器。希望这个内容呢，给到大家一些指引，关于如何将更多的信息存储到。 向量存储和文档存储中，帮助我们更好的获取回答问题所要的信息。好吧，那大家是有什么问题呢？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那咱们就下一期分享再见，同学们，拜拜。